避免打扰其他休息的旅客，行李架上，并安放稳妥。较大雾透的小桌本是公大。 我们到了，看到看面。 我们刚从酒店出来，天快黑了，我们还要坐地铁去516吃本地正宗的过桥米线。今晚的温度挺凉快的。 到了，不走了。好一大碗云南米线，配菜也很丰富。 你怎么不说啊？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？来随便说说。今天我们来到昆明老街，感受一下。别怕。你今天没化妆，伤心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声好大呀。 Oh.
回到了公寓，这是我的房间，浴室，那个是一对情侣的房间，客厅。